通常这样打扮的时候，我会再背一个这个包包，然后就运动吧，出门。这个看起来像是运动，健身房，健身房吧，对对对对，因为就。有些人可能会习惯说到健身房再换衣服什么，那我就想说，我就想说，我也想收假，阿兵哥收假，这一件就是在因为我们拍女兵的时候要穿那个海军人的衣服，那里面要有一个绿色的自己的卫那个应该算是内衣这样，汗衫啊，就是这一件，从那个时候穿到现在啊，对，就女兵在拍的时候也是里面也穿这一件啊，因为太方便太舒服了，所以我就把它当作之后会运动的时候带这一件，穿着这一件这样子好活动。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。工作的关系，到了现场，反正什么角色就帮你造型师帮你换好衣服，会会，所以通常都会穿最方便对对的衣服去，简单一点去就是穿脱换换，对我其实在，但如果私底下你这样穿，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哈，嗯，对，就年轻嘛，然后可以穿的再时尚一点，随便一点，对，嗯，那今天就请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上半身跟少伟哥的下半身组合在一起还蛮大的，就可以回让我们回部队了，下对回部队好了。通常他这么年轻呢，就比较不在乎了，就是 even 去那个健身房就穿的就是你知道可以丢的那种衣服，对不对？那就你知道暴殄天物了，就觉得说这么有型，万一你碰到阿朱妈跟你拍照，每个阿朱妈完妆，然后你变得很邋遢，不是那个很可惜吗？对啊，来请看一下。哇，帅啊，好可爱，帅呀，这样变得真的很夸张帅，对，然后夸张帅，夸张帅，我刚才完全不知道同一个人，对对，我觉得其实在运动穿搭里面当然有分两种啦，一个就是运动生活，嗯，对，就是你可以是有运动风，但是它不是真正要去运动的服装，嗯，对，那彦凯身上穿的就是比较偏向运动生活感的，就是很潮流的这样子的一个穿搭的方式，那如果你真的要去运动的话，当然也有一些机能性的服装，对，等等也会介绍。那其实我刚刚在看彦凯身形的时候，我有发现你的肩膀裸体看吗？没有没有，就是他的刚刚那一件 T 恤，当然比较贴，就可以很明显看到他的身形，他是比较窄肩哦。对，所以他在选择，我觉得建议就是，如果你在选择一些 T 恤或上衣的时候，可以把肩膀放出来。嗯嗯，对，所以我就搭了这一件风衣。那今年的男生其实也很流行短版，不是只有女生流行短版，男生也流行像这样的短版。那这个单品其实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的，对，而且袖子的这一个结构啊，它可以拆开，你也可以整个拉。背心，对，变成背心，然后让里面的 T 恤做一个层次感出来，或者是穿背心也会让你的手臂看起来就是比较有分量，嗯嗯，因为它比较瘦一点点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刚才有讲到的层次感，男生运用穿搭的层次感，男生很不会运用层次感，对，所以技巧很简单，就是外短内长 ，OK， 对，运用这样子的穿搭的方式，让里面的那一层跑出来，层次感就出来了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一件裤子，它是属于比较八分的宽裤，嗯，对，然后还有配上袜子跟鞋子，袜子也是运用呼应的橘色调，对，然后去做整体上面的颜色的搭配，嗯，对，整体就是橘色的点缀色，那其他就是属于比较大地色调的，嗯，其实穿搭起来就会很有型，虽然颜色没有很多，可是有层次出来，然后还有颜色的提亮，其实就会很好看，对，在运动风的这样子一个穿搭的方式。另外我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，因为大部分男生呢，在运动服的选择上面，我自己个人比较青菜，嗯，对，而且颜色的色调基本上，如果你进健身房里面啊，50%的人都穿全黑，嗯，对，然后25%的人都穿黑白，其他的可能就是大地色调，嗯，对，对。但是我建议，如果真的男生在挑选运动服的时候，还是要黑白，喜欢黑白或黑白灰的话，就可以运用一些色块的变化，然后去创造出潮流感，然后再加。球鞋，嗯，对，黑白灰其实也可以穿得很潮，这也是蛮帅的，对，整套的感觉，嗯，如果是刚刚的那个颜色的配色，哇，弯痛比较强烈的话，一样弯痛也可以使用在灰灰的这种弯痛，这好有质感，这个真的好看，其实穿起来也会很好，迷彩的那个元素在里面，对，它也是有一点点迷彩的，它质量好特别哦，然后再配一个像这样子的包，连包包都要达到一个弯痛的效果，哇，配起来就会很好看，就是这样。真的很好看，
对，然后你在，因为有时候你穿整套的灰，当然也是很好看啊，这一个灰色调，可是你运用了色阶的渐层跟包包的这样整体的搭配，层次感就跳出来了。虽然是很简单的穿搭的方式，可是就会让人家觉得你很有型。然后我发现就是在选择运动服的时候啊，很常就是。在挑选的时候，其实很多都是弯痛的一个穿搭的方式嘛，对，有在教大家，所以有一些品牌他就干脆做好像这样子的，很像套头式的风衣，然后再加上风裤，从里到外，整套的颜色，其实这就会很时髦、很潮流，可是它的。它的材声音很吵，是哦，对，如果是录影的话，别麦会不舒服，会一直咋刷刷。对，可是，一般其实这个穿起来很舒服，因为它是轻薄的材质。对，然后它外面也有做像这样子的外套，你也可以穿像这种感觉。男生们就是如果在运动的时候，你可以有两种选择，一个是选择比较专业的材质，就是等吸湿排汗透气的像这样子的材质；另外一种就是运动风格，可以把运动风穿得很时髦、很潮流。推荐给彦凯。好诶，在戏里总是深情温暖的彦凯，穿搭也都是中规中矩，没想到换上这一身运动劲装之后，变得潮流帅气又有态度，着实让人惊艳呢。